南方周末2022新年献词。每一次抉择都期待一场苦尽甘来，没有谁想到为这一年中国人的日常留下最真实画像的是一份份流调。52岁的少卿出租车司机，多日里每天跑车20小时，出差徐州的男人，日复一日调试设备，晚上吃麦当劳，10分钟度过44岁生日。45岁的南京妈妈，除在机场做保洁外，其余全部是带孩子去各种培训班的足迹。35岁的爸爸，晚上在东莞居住，早上送完孩子后又大巴连地铁赶去深圳打工。沈阳大爷的鸡架子，广州阿婆的早茶，扬州天天麻将馆，云南多位八旬老人旅游到内蒙古额济纳旗，让异中生活现出地方风情。而瑞丽居民的困顿，伊犁游客的窘迫，西安全城的风控，让人耿耿有如深受。那些粗粝的细节，那些奋力生活的轨迹，那些单调重复里的爱、责任和坚韧，真实映照着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，比滚动播报的全球新冠疫情数字更加牵动人心。但疫情终究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日常，时间之势已无法倒转，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，多少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呢、那些耳边响起的崩裂声，仿佛低回于时光深处的惊雷。旧的一页悄然翻篇，没有正式道别，新的世界加速拼图，不会友情提示。普罗大众的日常之上，是与新冠疫情相叠的百年变局在交织演变，历史正在流淌奔腾冲刷，淘荡出新的河床，镌刻出新的走向。外太空空间站新建起3室1厅，元宇宙模糊了虚拟与现实，时空概念在多个纬度被刷新，史上最大龙卷风，千年一遇暴雪，纽约首遇爆红，欧洲最热夏天，全球气候极端化让现实世界运行逻辑难以为继，中东难民冲击脆弱的欧洲联盟，美军急切飞离阿富汗泥潭，俄乌竞相屯兵，巴以飞弹对决，大国角力让全球关系空前承压。陌生的图景，陌生的语言，陌生的节奏，可谁能阻止这滚滚大潮？烈烈风起，我们已经站在百年未有之大时代路口。何处是生门？何方有出路？谁能争得先机？谁能笑到最后？唯主动破局，果断开局，决方向，择先机，方能萃取绵绵不断的力量。抉择当先，要在当下。抉择是亘古至今的召唤，谛听着生命固有的咏叹。君子居易四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抉择是坚韧持久的爱，是为自己，为亲人，为路人，为家与国的明天筹谋。抉择是责任担当，是纵然身在沙漠也要变身骆驼不为鸵鸟。
抉择，是勇气，是直面惨淡后的奋起，是横下心接纳陌生、改变和结果。抉择是较量，是狠狠扼住命运的咽喉，而且还要以堂堂正正的姿势。抉择是心声，是涅槃后更为强壮的灵魂，是摧枯拉朽、洗髓换骨后的轻盈如燕，是从悲观中升华出的达观，是最终化成的不老青山。人之抉择，难以处处顺滑，但求不做浮萍。而每一个你我，绝不躺平，绝不由天，要努力在时代与命运的罗盘上刻下印记，以千万个一粟聚成洪流，汇于沧海。回望这一年，百年前那艘红船上的抉择，为中华民族带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，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的启航，共同富裕，浙江示范，三次分配，全网流行，新选制，香港落地，个人信息保护，反垄断纷纷亮剑，房地产税试点一楼梯吱嘎响，双碳承诺描绘出绿水青山，全面三孩光速落地，双减政策重磅出击，互联网告别狂飙突进，劣迹艺人一夜褪尽光环。也许要到十年、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后，这些大事件、大抉择的所有意蕴才能完全彰显。但你我皆已是局中人，每一个人既被抉择，又在抉择，就在眼前，就在此时。抉择当然有代价，犹在这巨变的当下，抉择重如千钧，更需要有心者不抛弃，有力者不放弃，一起扛起时代的那粒灰。你有你的抉择，我有我的抉择，家有家的抉择，国有国的抉择，文明有文明的抉择，历史有历史的抉择，亿万个抉择汇聚，世界方显参差多样，宇宙才真正博大浩渺。但无论大小，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主动求变，都期待一场苦尽甘来。正如每一颗破土的新芽，都带着穿透时光的倔强。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守望相助，给灰心者做光，给失位者做盐，让软弱者挺起胸膛，让畏惧者不再彷徨，帮失意者重拾信心，向溺水者伸手施援，给悲痛者抚慰拥抱，令疲惫者沉入酣眠，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最后的依靠。这是我们共同的抉择。落子无悔，抉择本身就是向前，从一个变局闯入另一个变局，从一个时空通关到另一个时空。抉择难分福祸，但求无愧天地。抉择无论成败，背影自带光芒。随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愿这一刻石雪洗去尘垢，惠风拂走阴翳，沐浴和煦阳光，聆听万物呼吸，时光酿成甘酒，属于每一个正奋斗抉择的你。
祝你新年快乐。